去哪里呢？再过去就是峡谷了。康妮，康妮，康妮，他在那里。莱德，我看到康妮在峡谷里。我们走。他在那里，找得好。谢谢，我会待在附近，有需要就叫我。太好了，阿奇，我们爬下去。哦，攀岩走壁鞋。没事的，科尼，你尾巴摇两下，我们就把你救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科尼动来动去的不好抱，我们站在岩棚上也得小心。天天，把钓具放下来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拿到了，别担心，科尼，我们会带你回农夫艾尔的身边。现在可以去兜风了，带他走吧，天天。我们要飞了。那只猪真的很喜欢飞耶。莱德，闪电正好打在冒险湾上空。天天，我不希望你太靠近暴风雨。你走远路，绕过山，从海湾过来吧。你跟着冒险湾的灯光回来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好了，科尼，时间可能会比较久，但是我们会送你回家。